选秀女团 Nice One 解散一年多，成员们各自重新出道，有人 solo， 有人重新组团，也几乎都获得不错的成绩。其中由新传双太安玉珍、张元英组成的 IVE， 以及宫胁孝良和金彩媛组成的 LESELAFIN 最受到关注，都被看好是新一代女团的登顶候补。不但都有两名 Nice One 前成员，连人数都同样是六人，音源和销量成绩都相当好，之间难免也有微妙的竞争感。不过昔日的战友情谊是不会被抹去的。24日 KBS 音乐银行举行年终特辑，两团终于在同一天登上音乐节目啦。虽然在台面上还没看到公开互动，但就在节目结束后，安玉珍公开了一张和金彩媛的合照，正好两团这次的舞台造型风格都不谋而合，穿上水手风，让两人的合照看起来仿佛还在同一团一样。也有许多人感叹，以前在团内的团霸和忙内赖，如今都成为不同团的队长了，真的是长大了啊。